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记忆的死机，就是按的这个主角安多的潜能解放关卡。基本上关卡看起来是不难的，就最后一关的网看起来小心要补满血就好了。前面可以稍微把猪绿一下是无所谓的，砸多少多。懂，死掉，血2000多而已。这只血多一点点，8000多。我们可以运用这一次把你的暗珠全部，让它火会转暗。那可能死掉了。哦 ，OK。这是一个好关卡。哎呀，消到了！本来想说留着他再多转一些。啊，这是五 combo 的，就是在考验我的转速的意思就对了。因为我三到五 combo， 所以五 combo 基本上就是几乎是我的极限了。打住，把它清一清了。好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天降甘霖，咚！拜拜。哎、欸，还不够。没按住，没办法。不用说漂亮吧，只有三颗暗珠，太夸张了。然后看到我补500多滴而已，所以基本上打 BOSS 的话，可能每一次都要补到血，不然可能就会 GG 了。这难度是在这里而已啦。大富翁，我靠！哦，做个5连，下一关就有强化珠了。嗯？你刚不是有做5连吗？是我看错的。这比杂猪多的、哦，也不用给这么多吧。哦，我尽量做5连啊，因为这样还可以再产生一颗强化珠。尽量啊，不是一定，因为保命为优先。这次还好，主要是下一次的问题又比较大。哦，那时候打几多好，这种感觉就很舒服。像现在没有，就这三个星而已，就先不要去补它。因为断星的话，可能等一下就 GG 了。哦，3连才补400多哎，下一次打1433哎，1433除以400，哇，三次还补不太回来。哦，所以是星珠的问题是比较大啊。绿珠一下，绿珠一下。为了下一关要先做好准备。
哇，撞到旁边，没关系啊，这是攻击力还好。我先不急着攻击他，因为我把猪绿一绿。哇！我没有打他，自己也死掉了。好像他血，他血还蛮多的。杂猪好多、哦，是怎样？对啊，你会发现看不到在我们的暗珠啊什么的。水珠一堆，我不是打茉莉。哇，这样进下一关，我就马上就GG给他看，真的。哇，消四还不如消五，这是不变的原则。因为一样都是还是会多一颗，那还倒不如就直接把那一颗拿来消了。脑袋卡住。哦，不是我故意，不是我为什么都不连五？因为杂猪塞太多，我想要绿一绿了。要就是一次通关了。可是我发现好像真的杂猪太多了。嗯，再见了。哎呀，977的血，新猪是有啦，光柱也蛮多的，炸一下，先炸了。哎呀，我在干啥？消那么多个，结果那个强化暗没消到。冲啊！好少啊！这时候水就要留着了。不是水柱啊，新柱啊，讲错了。哦，台面不错，台面不错。看到台面这样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哦，这样 OK。就怕断心啊，这关卡、啊，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援助了。哦、你看，现在变强化按没有了，所以新珠要留着哦，新珠要留着。不要瞎掉哦，我就知道，好家在。这边跟他一直磨就好了。杂猪怎么那么多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再做一个了。可在做之前，这个杂猪我就要先清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不妙，又出错。新猪，不行，炸一下。新珠哦，终于掉了，他终于肯施舍给我了。
补好少。打这只基本上就是在刀子上面走路的那种感觉，危险至极啊！你看，现在又卡新珠了，就看他血就要继续了，结果现在给我卡新珠。掉新珠吧！好，现在就看自己的转速了。应该是补得回来。哦，掉星，漂亮漂亮，很危险，有没有？这个关卡的设计是真的是，不是说轻松过哎。要顾及到血量，然后又要做强化珠。尤其扎住一堆啊，我都还没做暗强化珠，我看那个水强化珠都做不到几颗去了。现在可以补，强化珠也有。边补边打是可以的，只是边补边打边，你看像我强化珠就不见了，就是没有做五连了，所以现在就要重新做五连。强化了没消到，没关系，补血优先，补血优先。哦，光珠多的话就可以去炸一下，看你情那个台面上珠子的情况而定啊。现在还 OK， 我先保留着，先不炸，因为它是用来救命的。好像现在光做很多，炸一下，好，就个强化按的，好像是啊，应该我这样没有看很清楚，没有，又从上面掉下来，我以为它是，哦，漂亮，这个台面不错，哦，看来有，应该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哦，再一级就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稳稳的打就好了。稳稳的打，手就特别惨，有没有？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KO。终于可以把我的安都解放了，我也解脱了，呵呵，看一下啊，没解放过，不知道是什么画面。精67级，诶，扣几级啊，我忘记了，差50万啊，所以等级会降回来。哦，以上是这个潜能解放按的史林魔导安多的一个示范啊，示范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